更方便的做法啦，就是到那个北门那里搭1812或181的公车，可以直达到鼻斗角这个站。但因为我早上又临时起意，所以没有查好时刻表，我又错过了刚刚10:20的班次。所以呢，现在要搭火车前往基隆火车站，换搭其他的公车到鼻斗角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到基隆喽，现在要去公车站买，然后换搭791的公车到鼻斗角站。现在就慢慢的往步道上爬。听海营区，然后这里超美的，往下看的话呢，就是那个迷彩的屋顶，还有整片的海景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慢慢的往下走，去看有什么美丽的景色，然后等等再爬上来。听海营区，然后目前呢就还在试营运，所以刚刚其实只有展示一区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迷彩小屋的地方，里面目前只有一个小小的摄影帐，不知道正式营运之后会不会更大更热闹。那我们现在就往上爬，继续往步道方向前进喽。其实超美的哎，就是走在步道的上面的时候呢，你的左右两侧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海，然后整面就是可以瞭望无遗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来鼻斗角步道啊，不要只是停在那个听海营区，可以再往上走爬一下山，你会得到
这么美丽的风景。从美的其实呢，走到这个凉亭呢，就是到了步道的终点，那我们也要赶快往回走，走回刚刚的那个鼻头角步道的路口，去赶回台北的公车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